妈，哎，癫噶唔系流啊，喂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啊，唔好咁快搞喊我啊！仍是你，步履多优美。我要发放正能量，我哋唔好理嗰啲人。Hello YouTube 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Danny， 欢迎收睇 Dan Man 826频道啊！今日呢条片咧，系同大家分享翻我喺3月3号嗰日嘅下午，同121位观众朋友嘅一个下午茶聚啊！我哋嗰日嘅下午茶聚咧，就系喺荔枝角嘅碧丽苑精选粤菜举行嘅。咁酒楼咧准备咗9款唔同嘅咸甜点心俾我嘅观众朋友享用。嗰日咧就3:30开始茶聚啊，我哋大约3点松啲咧已经准备就绪等观众朋友嚟啦。大约3:02个字到咧，有观众朋友已经陆续入场啦。有观众朋友可能知道，我喺聚会前几日咧真系受咗好多冤屈气啊，真系好唔开心。咁啊，有觀眾朋友入到嚟咧，同我傾偈啦。有一個觀眾朋友講幾句好感動嘅鼓勵説話，我已經喊咗一場啦。不過識得我耐嘅朋友知我 Dan Man 個人就大情大性嘅，好感性噶，真係幾易喊噶。無論開心唔開心都好易喊噶。呢個就係我嘅性格。可能遲啲會俾人封為 YouTube 界嘅喊包都未定嘅。不過絕對唔會介意，因為 Dan Man 826係真人真情分享，只要做嘢問心無愧就得啦。喂，同埋嗰日好開心啊！觀眾朋友嚟到咧，哇，好守規矩咁排曬隊咧，等住同我影相啊！哇，嗰日真係大大話話，可能影咗都有1000張相都有嘅，真係笑到40000咁口。同埋收到好多觀眾朋友 send 翻俾我相咧，真係影得好靚喎！雖然係快快手手咁影，但係張張都影得好靚好靚。我亦都會將你哋每一張 send 翻俾我相咧，留為紀念，作為我日後一個回憶啊！咁我哋而家就去片睇下嗰日開場嘅情況先啦，因為呢啲影片係現場收音啊，所以聲音唔係咁好嘅話，請大家多多見諒。而家就去睇片啦 ，Let's go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多謝你哋嚟到 Dan Man 826首次嘅同觀眾朋友嘅下午茶聚，多謝你哋，多謝。大家一陣唔好嚇親，因為 Dan Man 小弟咧係非常之眼前一個人嚟嘅。我好感動嘅時候，好開心，都係會流淚嘅。好，嗱，唔好咁快搞喊我啊！冇事，冇事。其实真的很委屈，这个世界可以发生这些事，不要紧，我要发放正能量，我们不要理那些人。OK， 其实我除了激动之外，其实这几天是很开心的，因为真的得到很多观众朋友的短信、message、留言，一些甚至说我看了你3年都不留言，我都要出来讲几句话，我就多谢，多谢，多谢。那开始之前呢就介紹一下，大家都好想知道邊個係攝影師趙幫手嘅，知道啦，喺嗰度，頭先佢都咗紅嗰個，頭先好似都有揾佢影相喎嚇，哇！因為咧呢幾日瘦咗條褲，而家咧好似想甩啊，休休先。真係啊，平時4個窿係唔可以嘅，今日4個窿啊，真係咧食少3日嘢，原來已經可以減咗寸。希望今日大家都玩得開心，食得開心。但係今次 Dan Man 咧比較多口水嘅，真係口水多過茶嘅。講咗幾分鐘分享之後咧，咁啊準備咗兩首歌送俾大家啦。因為歌曲版權問題咧，我只係可能放得少少俾大家睇嘅啫。如果想睇翻長啲嘅版本咧，可以去我個 Facebook IG 啊，嗰度有長啲嘅版本可以睇嘅。咁而家係送上今日第一首歌，呢首歌大家估唔估到我會唱咩歌咧？唉，係啦，就唱首《倩影》俾大家睇先，多謝。
唯愿我与你朝晚相对，愿你会跟我相待，这晚装天上甜蜜。多谢，多谢。大家见到呢扎花系咪好靓啊？是啊，多谢一位观众朋友啊！嗰日我唱紧《夏日倾情》嘅时候咧，佢攞出嚟嘅，真系非常之感动，同埋佢同我讲咗两句说话，又系令到我即刻爆喊嘅，非常之多谢你。I love you， 你会否听见吗？你会否也做我秒秒等待，热泪冰心下。咁嗰日除咗唱下歌仔之外咧，都準備咗啲遊戲同埋抽獎同觀眾朋友玩嘅。咁每位觀眾朋友咧都收到我一份嘅心意啊，係咩嚟嘅咧？裏邊咧就有抽獎券愛嚟抽獎啦，咁仲有就一張我親筆手寫嘅心意卡啊！哇，我真係用咗大概50000時間寫咗121張啊，同埋呢個心意卡都唔少字噶，呢個真係我嘅心意嚟嘅。为了都是要多谢每一位观众朋友你们的支持。咁我嗰日见观众朋友咧都食得好开心喎，尤其是咧甜品部分嗰个西米布甸啦，都系我嘅挚爱啊，同埋嗰只嘅做得好精致嘅小企鹅啦，喷晒烟咁出嚟咧，见到观众朋友咧个个都揸住相机打卡影相啊！咁玩游戏同埋抽奖之前咧，我都周围同观众朋友啊，每台埋去倾下偈啊，即系有啲好似咧摆酒咧埋去敬酒咁嘅 feel 啊，又同大家倾下偈啊，影下相啊。连摄影师小帮手咧，嗰日都变咗大红人啊！好多观众朋友咧都捉住同佢影相啊！其实我年轻嘅时候读书咧，都好中意搞呢类型嘅活动嘅，搞下啲聚会啊、party 啊、歌唱比赛啊、演唱会啊咁样。咁啊，今次咧能够又过咗咁多年咧，又可以搞下呢啲嘢咧，都好开心啊！咁我都好中意同大家玩游戏噶，所以咧准备咗呢个 bingo 游戏同大家玩啊！我嗰日见到大家咧都玩得好开心，同埋好紧张兴奋喎。嗱，咁如果同一时间有两个或者三个观众朋友咧，咁到时大家出到嚟啦，自己倾掂佢想分啦，又想猜情仇啦吓 ，OK？ 你哋自己到时决定啦吓 ，OK？ 摆喺度先，第一个 number，N 四十。N40， 哇，咁快有啦！又系 N45 343啊 ，O66 叫啦，冇，应该未有快，我未叫 B，N 都系叫咗三个，应该未，除非三个中晒，有人三个中晒，即系你叫紧。即是你兩個叫緊 N 嘅喎，你唔使講出嚟，唔使講出嚟。咁今次呢一個嘅下午茶聚咧，我喺 post 咗呢個 poster IG 同埋 Facebook 咧，其實唔夠一日咧，120個位咧已經係滿咗嘅啦。咁有好多觀眾朋友上嚟咧。都今次咧都冇位，咁啊首先講聲唔好意思啦。希望喺下半年，我去完曬啲暑假嘅旅行之後翻嚟咧，又可以再搞多次。不過咧，我都想將呢個嘅同觀眾朋友嘅下午茶聚咧，衝出香港啊！因為我6月尾7月頭咧就會去加拿大嘅温哥華同埋多倫多啊。咁唔知道當地有冇觀眾朋友都有興趣參加呢個下午茶聚咧呢類型嘅？如果有嘅話，你可以喺 Facebook、IG send 個短信俾我啊，咁我計下啲人數，睇下可唔可以真係搞到一啲比較小型啲嘅啦，可能咁同大家見下面。咁除咗玩遊戲咧，又同觀眾朋友有抽獎咧，準備咗15份嘅抽獎禮物同大家分享嘅。咁得意嘅，攞个咁得意嘅，
啲諗法好似一樣咁嘅。七七二三七六，又係七六喎。三七六，今次就係七七二三七六。哦，嗰度。上唔上鏡？上，梗係上，多謝多謝多謝你拆釘咩啊！咁當日時間過得好快啊，個半鐘頭咧嘅聚會咧差唔多完結啦。咁我就以一首嘅《感激我遇見》咧嚟到作為原唱曲啊。我call到邊度啊？我話有緣，有緣，好有緣，係啦，冇錯。總言之就係多謝有緣，希望可以再有機會再聚。最後喺影片完結之前咧，我再要衷心咁多謝當日出席嘅每一位觀眾朋友啊，同埋。就算冇嚟到，但系都系非常之默默支持 Dan Man 八二六嘅所有亲爱嘅观众朋友。好，多谢大家。好，跟住衷心感谢大家，我哋有缘再会，不过我哋下期先再见。咁如果大家都鍾意呢一條片嘅，都記得畀個 like 同埋 share 啲片俾朋友喎。仲未訂閱我 Dan Man 826頻道嘅話，快啲撳埋個訂閱同埋鐘仔呀，當我新片出嘅時候你就唔會錯過。仲可以 follow 埋我 Facebook IG， 我見到特別優惠資訊喺生活點滴呢，喺嗰度即時同大家分享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